好想你，突然好想你，突然好想你。卖个伤心，卖个我只爱你不爱我。耶耶耶耶耶。他们的青春还是我的青春。今天很像是吧？我可以先补录了，补录了。Hello， 旭新闻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，我是陈妍飞，我是郑少忠，我是李冠毅。台日合作的青春爱情电影《青春十八乘以二》通往有你的旅程正式上映。剧中 Jimmy 和阿蜜是在 KTV 打工时相遇，续编当然得来考大家曲库够不够丰富。第一关就是要来挑战跟歌曲有关的东西，很用心哦。我跟你坐这边，他们跟坐这边，然后是十八跟三十六的。哦，总知道歌单也会不一样哦。但是十八乘二的歌，跟电影或青春啊那一类的歌有关。好、okay ，是他们的青春还是我的青春？可以先补录了。歌词填空题，因为我台语不好。我跟你上好就到这。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卖过，真的，卖过，卖，卖过，我只爱你，你无爱我。差两个字，就差这两个字。想不想卖过？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卖过伤心，相信，伤心，卖伤心啊，对，卖过伤心。卖过我只爱你，你无爱我。耶耶耶耶耶！我们刚刚帮忙伴奏，可不可以一点五分？呀，一分！这是什么超爆男？哦，不可以，好简单。Mr. Children， 歌名。完蛋了，歌名有点长。没有啊。没有长吗？青春。有旅人，有旅人，记忆，旅人的记忆，旅人的记忆，记忆的旅人，完了啦！看来这个历练比较多，还是比较有用、啊。哎，先按摄影。对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很有突然感。对呀、啊，突然好想你。突然好想你，虚编倒着念歌词，自己出题自己叹气哦。多重做动漫，手左手右，我放弃。左手右手一起慢动作。青春训练手册，是吧？是吧？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带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少，突然真的有三十六的歌。你说两 ，Google 小姐念歌词，英文口音。不急不畏不惧，等一下我。You don't show me how to move， 因为这是妹妹 ，You you。需要妹妹 ，You 叫妹。你讲的你真的很帅，是五月天的吧？再是五月天的，再放一次。不知不觉，不情不语，不知不觉，啊，又到下雨天。那个时候，是我的温柔，温柔。快乐。那一对就要做鬼脸拍，这样子帅的只有双方都。OK。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还在和。啊！我觉得那个嘴巴还行啊。你跟我说这个嘴巴还行。